哈啰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。大家好，为促进台湾精密科技产业在艺术领域的应用及发展，国美馆展示精密机械人手臂已经可以用于艺术用途的创新表现，促使观众思考人类与机械共生、共创的未来世界。国立台湾美术馆 The Big Picture 展2019年1月19日至5月12日于国美馆第109展览室展出。本展邀请德国艺术创作团队机器人实验室 Robot Lab 展出大型自动机械绘画装置 The Big Picture。国美馆馆长林志明指出 ，The Big Picture 策展以精密机械工业群聚为议题导入线索，希望能透过展览连结台湾产官学研及国际的经验，促进台湾的精密科技产业在艺术领域创新的发展及应用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Thank you.